最近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东西到，做一个简单的开箱。这个是一个致敬 Macintosh 电脑的一个充电头，然后是少数派跟闪极联名合作的一款产品，是35瓦的一个氮化钾充电器。哦，这个是一个贴纸。说实话，比想象中要小巧一些，很便携的一个东西。这个对比看一下，右边这个是我之前买的一个 Apple Watch 的充电底座。两个对比一下，很小巧。然后这个插头是可折叠的，OK，我看一下它这个灯，会显示什么变化吧。它是有4种不同的灯光模式，然后对应不同的充电速度。我目前只输出了3种，就是默认的白色、黄色，还有蓝色、绿色。说是叫极速充电，这个我目前还没有试出来。刚才插了一下笔记本，发现也没有显示绿色。这个我可能之后再看一看。整体来说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因为我对于这种致敬经典的这种复古设计是没有抵抗力的，再加上它的外观也比较小巧，插头也能够折叠，随身出门带着也其实也挺方便的，可以跟它凑一对儿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开箱到这里。